心有一点灵性，归咱现世的心，咱这么顺的天意啊，让咱这么清净的心性，是咱转灵这个天界，对着咱现世的心神，这是咱通灵的发性。要来讲到无形界，咱的心意啊，回转来这个原来的灵气，咱只有团出心啊，拢是现落的灵气。心明啊，来甲咱讲的心清啊，灵源是现世心，落伫原来。咱的本性，穿着清界，咱家己的灵，恢复安静心性啊，照着清净的天意，我老家孙母啊，现开拢是天性，转咱入定的神啊，是咱孙家这个天性。倒转来原来清净，回转原灵的本意，咱只有来讲顺家落心啊，是灵魂这个灵气，是咱正法这个本心，拢是上苍的天界，咱再来看现原来。到甲遮尔清净的天，拢是现落的灵气，你才看有遮尔啊稳的心，是咱随着通灵的天界，咱再来讲显明原来，到着正法正理，参入来落灵顺性啊。是咱清净这条灵魂，转回咱的本性。我用着清净这条原性，因为只有咱家己才知影伫咱的心的内底这尊神，有照着母啊这种信息来伫遮修正。这是咱现况的。所以讲，是咱即马实况实情，咱现主持的接触，对着个人的灵气，咱只有静着当下咱的心，自然现的这种明示，是我将着清界这个天理，咱爱行的是先天的法性。我有这条正天的本性，只有讲心收集这种形式，这才是咱清净的脑神，在世间咱归如来这点真，这是咱通灵活用，在世间咱爱讲的是灵源的灵气，咱爱修炼是家己。因为这粒圣果，无别人好甲咱加持，无别人好回向予咱，包括母娘，包括佛，包括什么祖啊，拢共无法度予咱这个真正的圣果归元。只有咱家己勤练，只有咱即马这个实践、实况的来接受，你的灵。再当恢复如来这个天性，修行人袂当贪，一定爱家己确确实实，这叫做明确、精确，非常的明确，非常的精确，非常的正确。修行人一定爱按部就班，按表操课，
你这粒心才能回归本来那种原来的面目。我们说福报可以回向，可以拨给你，但是这粒心够了，我们一定要有到这个程度，你这粒够再圆再成熟，不是外口听我甲咱加持的，咱会当借外口这真理，倒转来咱心内底这个果园，最主要是咱的心，这粒圣果要收圆，是咱恢复天意的灵性，途中咱家己爱感觉，是咱来受着正道的教化。你才会当养育家己的心嘛，寸进。所以讲，心内底只有家己，你才会当来感应甲咱上界真。真理落来是现世明，转咱气中则是天性，是咱要归元本位啊。咱的亲身就是亲主，这才是咱通灵的天界。确实，咱有这个先天证会出来，是无形式的，无牛临时要你讲的，你搁抓一条重点，讲出着咱即马这个灵会当归虚空，转到这个无，就是咱的性。这粒真果，真灵现来是灵天元，罗伽是上天性。今日个母娘咧甲咱讲，唔是咧比小车，所以讲伊要甲咱讲诶，是爱咱直接直指直通转来啊。母娘这个天宫天心啊，迄则是咱的良心。你搁伫遮中毒，你搁伫遮转来转去，安尼时间行无够，你这个品质行无这么优良，因为你体会不足，种种的拢是妄望，别人要甲咱扭，别人要甲咱杀，修养真正家己，咱一定爱认真努力。这才是咱真正的毅力、毅力。真灵现来顺天意，无形转来落青天呐。是咱归倒转来原形，咱走阿母这条本性。今仔我讲这个母，就是道母，就是咱的原形。甲咱即马活伫世间，咱的爸母，迄是后天的爸母。今仔我咧讲的是这条灵魂，咱的主人要倒转来找咱原来这个老母。安怎讲？因为我的老母，我的老爸嘛爱同款倒转来找我即马咧讲这个母啊，这个先天母。啊，你唔通接着后天母，但是忠孝。你伫在世间一定要做得到，因为我是带忠孝行三字，这是咱仙山西潭仙山九天道母，我咧开发的时阵，伊来甲我挂忠孝两字，所以讲我安尼来做，才会当服母娘甲我请神，精品就是精品。真系就是真系，是咱爱向家己内定啊啦！啊，你唔通向心外口无，搁伫遐期盼啦！啊，你永远行袂到如来迄个原点啦！是咱转来现世的灵气，咱要行向前啊，行向悬嘛，咱人的本性嘛。但是咱知影悬，这是会当相共的哈、啊。
你若伫加油无，即落去就生万万千的形色形象啊，无法度动你心嘛，动形、动准、动容，是咱行遮尔啊正确的灵气嘛。在世间，咱只有通咱的神，神是光影呀，神伊是出入自由的啊。所以今日咱要讲的，是咱讲的青天灵性，来到咱的心受会调，你有这种根基，安尼才是自在啊。拢是真正咱家己，你会当永远甲母娘带做伙啊！这才是咱讲的通灵的天性。你接到老母娘娘伊的元神，啊，咱才有法度归原来迄个本性啊，修条条，咱的永恒的永远。真理的灵气，咱来传着清洁的心嘛，是我这条灵天的灵性。咱来讲着纯洁的天命。今日那老母娘娘咧激励这个人，伊就讲用着理随力。啊，那我个人咧解说的，我就讲理随力老师。那母牛点着苏正元，伊无讲苏教授正元。那我以我的解说，一定爱讲苏教授正元。母牛啊大，哪有讲佮叫你老师，叫你教授？咱爱听咩咩格格，啊！你真正才会当深入母牛，伊真正教化，啊！佮我个人解说，用着凡世间。会当予我学习的这条路，是咱原来这个灵气，你大小一定要分嘛。张纯定咧讲伦理道德，咱人就是照伦理道德，才袂乱伦啊。猪狗羊也乱伦啊，阿公甲孙啊有无？兄弟姐妹有无？也乱伦啊。所以讲，咱是爱。顶悬甲下啊，拢爱有照顺序，安尼才袂乱配啊。所以讲，咱人袂当超过过去啦，甲即满啦，袂当超过二十岁、三十岁啊。你虽然老师伊进前捌举例一个老爸带查某囝，老爸伊就为台中来，啊来王请做兵，无改名。啊！因查某囝要找伊有无？啊！伫个所谓五六张所咧上班有无？啊！迄个因老爸去行店有无？啊！才熟识，才结婚有无？然后才问出来啊，手指的性平有无？啊！才问出来讲啊，这是因查某囝。所以讲，袂使咱做人袂使，敢若亲像穿衫的禽兽，不如就对啦，无廉耻，个性就是廉耻。就是咱讲个做伦理，显着真法的天界。咱有无形这个神啊，今仔咱来观落清楚啊。观是看咱家己的心，你这粒会当浮出来，会当予别人的好，但咱人拢要予别人倒啊，予别人歹啊。是顺着这点灵气，咱再来讲父母的天性啊。今日母娘甲我讲到这尼啊白话，我未阁讲加油添醋，因为这是老母伊的主粮，伊的主食。所以讲，我讲的是老母给我做主干，做主头。我绝对袂去骗恁，所以讲修行啊，咱的心啊，一定要直溜秀，袂当歪过起错。别人啊，无虾米好咱啊，
你若直接听五年有无？你出去的理由啊，你出去所有做人啊，你会惊伫头前。所以讲，听经就是真正伫咱的心跟脑神了呢。是咱原来这个灵气，咱要去三毒心，就是贪、嗔、痴。咱不爱贪，咱不爱暴冲，迄、那个性歹性地硬长。咱不爱卖痴，别人讲的，咱暂时甲讲接受，但是你袂当接安尼落去啊。咱来倒转来修正家己，我哪会遐贪？啊，这个别人有无对我，伊是做我无唔对，但是咱袂当讲伊做你有无，啊，你就会当生迄个信心出来啊。迄是头一步，咱无爱嘛。所以讲，头工减料，头斤减两，这就是修行人的破法，得到一条灵天的灵气，显露是顺家的心啦。大家拢要靠母娘，大家拢要靠神明。啊，你真正的心歪了好好。所以讲，修行人真正这个心态，你要做好，当然心要健全啦。我逐天来苦练，逐天来听经，因为你无经过忍辱，你绝对无法度精进啦。忍辱是咱起码来讲的后天。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，就是先天咱这条灵魂啊。无看的这个，啊，你才有法度禅定，来到咱的般若波罗蜜多。这是咱显露的灵性。我常咧讲六道甲六道，你六道修改，佮创一个忏悔性，你就。这个七性财，就慢慢啊来累积。七宝财是暂时的，你永远炸袂转去的。是咱顺着这样稳定的天性，有咱这条现世的天，咱才会当归元。元就是上头前，上头前。咱过年头一天叫做元旦，嘛会当讲是寿，寿着塔卡寿司。咱即卖着讲头家，要讲着讲董事长。元着是上届头前冒出来，拢是清诶。咱用泉丝，迄个泉水冒出来，拢是清诶。所以讲，咱要倒转来元，即个清诶所在。啊，清的就是无染着落去啊，啊，咱毋知会当降下性，啊，所以讲这个心性是安尼静落来啊。现咱有定这点定，咱来讲出家现的静，顺着灵源这点灵气，我爱看现，则是咱的心，有咱这条清净的天界。现到原来咱的本性诶，今仔咱只有讲通，你才会当活用伫即世人咱的福利。你无通啊，读咧有无？你干那穿这垃圾，你就昏去啊！阿母啊，你若无修持，要戒关的时阵，你爱穿这垃圾，你看你敢来得及吗？显露。是灵天的本性，爱咱行会当安定，啊，是咱一条青天的气，现个这么顺的心性啊，是原来这个灵性，是咱来讲出家这尊神明啊，上苍的天性，爱咱看见老母娘啊。今咱只有将尊将，所以讲咱爱是先天的法性，阿母啊的法门，法门就是讲母娘咧甲咱教育，
咧甲咱培养这个方式、这个方法，伊是用心力的，要做咱的灵魂归位，当然是归原位啊。咱要搁伫只世世代代搁伫只轮回哦，咱就免受气啊，啊你就免读甲艰苦啊，逐工拢为遐尼远啊来甲遮听听的，啊才搁去做工课，啊这都白了的啊。双宝娘一定要对咱的心理先甲你安慰，你的心理若定波啊，你的心就慢慢啊浮啊，你的心若无定波，你永远看无真相啦。要找老母困难啦，献着一条青天的灵气，母娘是要甲咱报明路。你的心会明白，你会倒转来老母这个天宫、武极宫、大罗宫，这个这条真正的路，母娘敢会骗囝？绝对无可能的嘛！所以讲，母娘爱咱这灵力，灵力就总包，不管你阴阳，是咱顺着这点灵气，显露顺家一天，是咱顺着无形这个天性，你爱看到现世界的心。今仔日咱咧讲道理，一方面用伫我的心。一方面出我的神，找到倒来咱的源头，这个灵命，这个灵性，这个灵母啊，这才是咱讲的通灵修灵啦，这种法要太重要的啦，因咱灵爱归位啊，你唔则袂伫遮生死，所以咱要倒倒来不生不灭啦，是咱原来这个灵气。咱再来讲顺家献露神，上苍的灵气，咱爱对着顺家的心神，无形伊的天界，我只有来讲显明原来，啊，这就无啊，无啊是咱的本来嘛，迄、那个大种子嘛，要讲讲大宇宙啦，是咱原始。这个灵气，咱要倒转个这个大宇宙的正能量，就讲大灵魂就对啦。是原始这个灵性，咱爱护的是天神，伊个天神只有咱的灵魂，伊倒转个原来，咱就这个神的格啊，合格、正格。你唔是讲？啊！你无及格，修行就是咧讲这个格尔尔，无咱咧讲，哎呦，啊！这修行，咱的格小格大都无无限，啊！这就是深，就是伫遮啊，是原来一条灵气，是要你要讲出家的天性，我爱是单纯。因为你若够复杂，你就免修啊。凡世间就是复杂啊，伊毋知影要进修啊。这个心要学清，啊，这个性要归元啊。差差伫遮尔嘛。是咱有即马这点灵性，咱直接摕到原形的母意，转咱灵魂归元，真理现在无形中。这是咱回到清净的天，咱再来讲顺家阿母啊的心，真理闹通天灵，阿母啊来讲现世情，有咱这条正天的灵气，咱再来顺家稳定咱的天性，无形伊的出定，今日是用感应、感觉。要来体悟咱莲子是的本性本意，是咱要倒转来原来，你清一条啊，你所有的心未阁生啊，你无法度起心阁妄念啊，迄拢假，
迄拢是来甲咱干扰的。今日咱来脱离着遐假啊，高高甜的啊。所以讲，是咱真正的专心，别人的力量无一定比咱较好。所以讲，咱一定要信家己，逐天来洗心，逐天来听经，逐天来补习咱的元气。这才是真正大道理啊！行行正门的，骗的咱袂，假的咱嘛袂。是原来这个灵气，是咱要向的先天的本性，咱上界清的迄个原质量，是咱这个清净的本质，咱应该带条条伫咱的心内。上苍的灵气，现咱有正这条神，只要你会入定，因为我是做母娘的工课，母娘的工课就是做神仙的工课，嘛是做正神的工课，嘛是做道德这一点的工课，是咱顺着稳定的天性，这种话袂当乱讲的。你若无甲这种身份，你袂当用这个白的炭。所以今仔日，咱有照着母娘，照着天公伯啊，伊所有的使命，咱才会当讲出这尼啊完全，这尼啊直通，咱会当倒转来原来这个本性。所以讲，神伊咧做诶，绝对无糊涂诶，尤其是搁一个马路正诶，是咱原始这个天地，咱来讲破，咱落界神，是咱主要这个灵性，是你这个虚空甲你点醒，咱这条灵性，咱做灵界。圣中的庙，所以讲，咱以这条灵天的灵性，我在世间做着神职，这个灵源，所以讲，我才有老母以这种资粮，以这种信息，这种本性，和我伫只开始，开始就是甲开明开刀，敢若亲像老母。伊个真气，伊个元神来伫只做示范，开始是安尼，有这个版本，好互恁听，好互恁感觉。这是咱道灵的天性，嘛是咱转过一世人，咱做神这个功课，是咱的专职，在世间。咱真正考试，会当敢若像及格，搁刷咧，咱搁照安尼来做，慢慢你会突破，咱所有头壳顶才会回光。是咱爱有这条正法的天性，咱敢若亲像回母的天灵，是咱归元无这个模样。你咧讲日月星辰，迄嘛是有形象，日头嘛是有形的啊。你唔知叫日头，今仔咱咪离开到日月星辰，迄、那个无形，迄、那个元真，迄、那个能量，迄、那个灵魂，老母娘娘，伊是无形的，顶这个大宇宙，就是咱今仔咧讲的太阳系咧，显到清净的天界。咱再来讲，原天原来，是咱灵魂这条灵性，是你要讲出家这尊心明，度着灵源这点灵气，咱只有请用咱现主持的心底，用咱来对根源，咱来对基础、对基准、对基本，安尼来。向悬爬起来，安尼才会当稳扎稳打。
是咱即马咧讲的稳当当。世间你这个基础若无把握，你容易动遐。别人小我甲你讲者，你心就震动啊，浮啊。是咱一定爱信家己，信佛得永生。信佛就是讲信你的心。昨人去共做功课，伊讲啊，我即摆哦，这个静香啊，甲香哦，点较侪哩，啊，静香讲较重哩，有无？后摆再来试。我讲唔免，香用一丛就好啊。甚至咱去天山宫有无？伊用短短安尼头啊三寸，啊细细丛啊，会香。我讲神呐、啊，真正咱的心香尔尔，你心内底这丛香尔尔。啊，这才是永远道理。外口，予你搁较香，嫌伊嘛贵啊；予你搁较侪钱，嘛嫌伊贵。迄少年诶，我讲者伊才得，感觉较小可有感觉啦，茫啊定着安尼啦。啊，若无伊讲，嘿，啊我迄个精油拢嘛用贵诶了，一斤800呢。我讲啊，迄无够啦。你啊像蜜种诶，迄一斤450个，你点呢？迄毋才有够。所以讲，蜜种的运用这个芳香芳，会当讲是上解介绍上好的，啊嘛是同款安尼修持呀，未比咱搁较健全吧？今仔我是用心香哦，我即嘛是这个心香在咧倒啊，心香咧倒，咱唔走我都回报咱家己，所有讲的拢是良话良善的。会做咱所有遮个灵魂晋升，啊，这毋是咧甲恁开玩笑呢，是我真正心显会出来，是有老母即个原来的骨气，安尼来修做，安尼来配合啦。道理你爱讲会出源头啊，啊，你干呐用空枝布烂无？分家几个碰碰的啦吼，是咱顺着这点灵性，咱人要做甲够搁够，足够能够，所以讲咱爱有家己的打算，显露一条灵天的心，转咱有家这么正，所以讲咱人无靠，你无法度成长啊。啊！你若无靠，硬要靠就倒啊！你的毅力无够嘛，你的毅力不够，无够坚强，无法度自力更生。咱这条灵魂，啊！你要安怎阁做灵驾、做神职的人员呢？是咱有这么啊纯的灵性，咱再来讲甲通，啊，通就无所不通啊！今日你身边空空者，你嘛爱通啊；头壳顶你嘛爱通啊；脚踏地府，即个祖先你嘛爱通啊。是咱有这条现主时的灵气，你转着清净的心性，所以咱咧上班，张根顺长就甲笑啊，哟，啊，咱着讲话管落，咱着知影讲，哎呦，啊，真啊有遐济做啊。我对杨伟哥唔承认，张张张就一个切个甲笑出来，讲我是对啊，啊本来迄就是迄、那个祖源就伫遐啊，啊但是咱世间人伊都唔知影讲，迄是啥物祖源啊？所以神呐、啊，伊绝对无糊涂个啦，袂乌白讲话啦，是咱这么啊清楚的灵气，是咱转着心理，显着灵家。一点灵性，转着开发咱的天命，天予咱这个生命，啊，咱只有用决定嘛，决定就是直流受啊，你袂当讲起心乱念有无？啊，直接踅来踅去有无？乌龙踅倒安尼啊，是咱走向这个天界，咱的心意就要转来啊，献伫原来的灵气。转咱清净顺天，无形度化现世明，转咱气中合天性，一条敬天的灵性，咱只有接法
定心，这是咱原来的灵气。阿母啊，你予我遮尼顺势，你再来讲到灵源灵性，对口啊来讲到天神，拢是源头咱的灵性。阿母啊，你咧讲显会清，这是上重要。清，你着直接看碳甲咱的底啊，直接看甲上悬啊。啊，若落肉面，啊，若落内底复杂，你看无啊。当然你的疑心嘛，所以今日要去掉迷甲疑心。啊，咱只有向母牛嘛一直学。啊，你学甲只母牛，就一直甲咱教。所以今日咱讲的是教学。我知影，讲给大家听。唔知影，我阁向大道母啊来学习。是咱顺着这点灵气。选到应化咱的天命，是咱道家伊的灵气，是咱转到这么清净的心性。我讲的，咱人是道定的这个世界，所以讲，我不管有困无困，偌忝，我都会当徛伫遮咧讲的，另外一个精神来甲我支援。所以讲，唔是讲咱只嘛。这个有形的常识，讲真正的道理，咱常识无法度切入啊。因为这完完全全拢是这个大道的力量，我才会当顺着这个道理道去，安尼完全来甲放开。因为我试过了遍啊，所以讲我即卖咧讲的，甲一般的心态绝对无牵连。除非要做到世间这种常识、这种知识，我才会当解说甲啊，这个用安尼举例。啊，若无大道，伊就是拢讲的啊，伊无咧分青龙白虎的啊，无咧分朱雀玄武的啊，是咱已经完全拢合我来啊，拢归一啦，咱这个脾胃中土生出来啊。是原来这个灵气，咱来活用当时啊，这才是咱回到集中世间呐、啊，咱有动静，但是咱只嘛这个静心是大动，动甲足动的，咱才有只嘛这个静心，唔是讲你静啊出这个静心啊，绝对无可能。一定要大动，甲咱甘露同款，甲咱起码加起业力，讲你教的速度足紧的无？你才有法度掠出着伊真正咱所有要爱迄个线路，迄细细条啊，迄个线有无？解皮啊，解剃起来，啊，咱要爱内底这个真心，是安尼，我才讲真出力啦。这个出力就是大力，我要抓住到我内底这个大力，迄个真正有心。所以讲道理来讲，是伫我起码这个脑海，是伫我起码这个专注，我非常的细心，非常的细腻，非常的细小，因为我惊讲唔对去。这就是每一个人的责任，你的负担，你的适应。是咱原来这个灵气，唔是讲我足爱拼安尼命，讲这么大力，这是先天的法门。所以讲你若无气，绝对无神，因为你若失气，就妄神。所以讲是我要强调，现主持的修法，咱的正道，就是母牛这种法门。真理显来定落性，开源转嫁应本心啊，拢是边边啊。我即马即个，大家拢行同款，即个步数，你就当体会我即马咧讲的即种境界程度。
啊，你如果若还阁毋知，我希望恁阁加油，拍拼。恁即世人一定要突破。所以讲，这是咱家己料会到的，你做会到的，因为我做会到，恁就做会到。安尼讲，恁如果阁比我阁较少好，真侪啊。是咱这条正天的灵气，我讲修行啊，你绝对爱逐工练，爱练伫个18年以后，你就会突破感啦。真轻练哦，18年哦。啊，你若未那唔来哦，你18岁嘛同款，这种品啦，这种样啦，要讲较严格，要讲较严重，就是安尼来生啦。这个自然生成哦，你若练无够，气力无够，你的体会啊，迄个冲击啊无够，你无法度接先天的啦。大家嘛咧讲先天后天，先天的是真正无物件呀，伊是干那这个气流，互你这个灵感，互你活用伫心内底啊，你就不可说啦。啊，这是母娘，伊真正。特色，让我会当用到闽南语，安尼来讲到咱修行这个内定，这个内情。所以讲，咱咧讲的啊，那伫咱庄内，这个庙未兴啊，拢兴外口啊。是咱知影讲，这个人过去伊都歹地路的啊，安那样样有无？360度的转态，人不可貌相嘛，海水不可斗量嘛。你用一支咱即卖咧讲的家庭用的，咧舀水迄个有无？啊，你要甲测海水，哪有法度？斗就是敢若像讲，咱咧吸水迄一个斗有无？敢若较早用杯仔就对啦。啊，你一个杯仔一个杯仔，要甲一个海水。要甲测量讲偌济喎，哪有可能？所以讲人是会变的，今日上大变数就是心态尔尔。所以你有受到正统的训练，你就惊善人，人慈就对啦。善良，这个人慈的心出来，你惊唔到煞路就对反啦。显到青天的灵气。咱爱顺着阿母爱心，但咱拢惊，单纯性的拢惊到透透啊嘛，优秀的嘛有嘛，但中中的嘛有嘛，啊当开发的嘛有嘛，啊行唔着路的嘛有嘛，所以讲这无法度讲啊发拢同款发啦，因为每一个人体会无够嘛，年资无甲遐嘛，训练无甲遐嘛，但是咱多的伊就甲你讲啊。咱最主要是精神嘛，中心点这个气嘛，都就是这三宝啊，是咱有这条青天的灵气，咱爱顺甲这么稳定。今日咱有外气内气，你需要的时阵内外气你都要合嘞啊。我常咧讲阴阳两气，阴的一气，阳的一气。你两气爱合作一气的心，啊！这我唔是咧跟恁讲假的呢。恁有法度体会到安尼无？文字呀、啊，就是要咱实用，唔是要咱看水的啦。是咱这条正法的灵性，爱咱来讲着通天的本性。咱从个老祖啊，伊就是看到这个虚空的容纳。所有生万象万形，伊再来合作这文字，文字再附伫咱所有的形象内底命名，离袂开着无形，咱甲合作有形这名，是咱即卖要讲无形界啊，咱的心感，咱要照老祖啊，伊原来。所有的感觉，迄个天香，迄个气候，来命名，
我要来讲出着真正内心话，是咱顺着这么稳定的天家，咱再来讲顺母的本性嘛。今仔咱直接不听，你徛伫个厅外口，你都唔知影讲咱内底的人员几个，搁刷来座位安怎坐，外口你哪会知？所以咱要倒转去，要入个天宫，一定爱行入啊老母娘娘，伊这个宫殿。宫殿，咱才彻底会当知影啊！老母娘娘伊个铺排啊，伊个运转啊，所以咱一定要彻底知，听人讲的，你无是真正知。所以讲，母娘甲我讲，我有照安尼做，我才敢讲讲上无。我较早是拢十外点钟个呢，一天呢二四点钟，我睏无四点钟呢。那即摆你咧讲慢慢动，我嘛是爱安尼做啊，因为过去训练有够啊，训练有倒啊，有倒顺啊。啊，你一个训无倒顺的话，哎呦，我这母娘啊，这天公奈派遮尔重担，互我直接做。咱人啊，若够化计数的有无？你阿妈这个计数一定足低啦。安怎讲？你什么经济？你什么道处？阿嬷着什么种，什么多，迄个兴趣啊，是原来这个灵气，咱再来讲着通灵，因为我爱是灵性灵体，所以讲我要讲通灵，就是无牙无杂。我即马即世，我的灵魂，我的主人，就要倒转来，这个天上清净的，伊无乱心的。伊无阁甲我这个心想出来，迄种想法，虽然有这条现主持的灵性，但是世间人，我即摆来讲想会到，但做袂到，做才是重要。用想的用讲的，拢足简单嘞。虽然有这条现主持的灵性。今日母牛就是讲重要性，母牛伊咧讲的是条啊咧，所以讲伊是一条一条，一句一句来甲你解说，甲互你知影，真理应来现实行，转咱罗家清净，顺着天元本意，接触着咱罗家的原性，这是咱主要的天性。嘛是咱复原，复原就复果，所以讲咱有真侪咧讲有无？复果追溯有无？就讲咱要敬一寡即个过去的老祖先呐、啊，这个意思啦。是咱即马即点灵气，咱再来讲顺家献落心，我爱是清净，即点灵气。要我通灵活用，伫咱即马当下就当时出时出刻，现个遮尔清净的天性，拢是咱的妙分。因为我爱是现主持这个妙这个分，我会当讲出着我即马接受这个内容内情，这才是咱通家你已经明心啊，是咱顺着这点灵气。世间咱无爱过，互即只蠓啊，互即领天蠓飞飞，无爱过互伊甲咱打咧啊！天蠓飞飞，即领蠓啊足大咧，有无？你连一只细只鱼啊，你都无法度渡过即个蠓啊，即领蠓啊！所以明察秋毫，天伊咧看有无？一丝丝啊，秋毫就是讲你一丝丝啊。摸你就袂当去捞出去，拢是这个天甲你蒙掉咧。所以讲明察秋毫，就是讲伊咧看足详细咧。你歹货就是歹货，好货就是好货，这才是明日月的明。现着一条灵气，咱再来看现咱顺家的心，有咱这条
灵魂的灵气。咱再来讲到通灵现世的心，上要紧。我爱是清净的天界，亲近进入到老母娘伊的心坎心怀，这是咱道灵这点灵气，要伫在世咱讲的通神。上苍爱咱有这个主，就是讲咱即马有这个主人，有这个主命，有这个主，诶，咱即马君王。就是讲，咱的头家，这是咱正天的发心。咱再来走向原来咱的天元，无形现来是天意，道灵现在心。我有这条正法正理，参咱有稳定这个灵感，是咱回到清净的天性。阿婆啊，来讲甲遮尼顺的本性，我有这条正法的灵气，显露有顺的天，是咱即马这个灵气一口开啊，我要照着无缘，现伫在世间，我即马咧讲的作用，这是咱道灵，我家己的心有这种应合。硬化，所以讲拢来是自然的，但是我会当将着这个自然甲锁咧，搁甲这个自然甲放开，来来去去，拢讲会当照母娘啊，伊要我讲的范围之内，啊，我只有用真心，我只有用真意，用着我现主持的气力，来伫遮照母娘啊，这个话语安尼来讲，所以讲。我未偷食波，我所有的来源拢是无形这个力量。要讲就讲这个道乎我的这个力量。今日要讲道法嘛，你无道乎你，你哪有啥物力量？可能是足单薄的啊，这个道是大浪浪啊。显露是灵天的气，所以咱人常咧讲啊，我心都未贪，但是你都唔知影讲心贪是啥物滋味啊。道理啊，你若研究道理，你一丝丝啊心贪，你就所谓哦，母娘伊就袂原谅你啊，你就无法度倒转来母娘家。我过去无定咧讲，咱北七镇，迄一个老中生，伊上大生，爬起天顶，伊定力无够啊，甲母娘周边哦，一挂仙女有无？爱着用目睭买咧顺啊，爱佫毋知影。换第二届有无？要阁看母娘啊？生做安怎？母娘一个拐啊荡落有无？为天顶毋知变几年，摔倒落来，尾下才知影讲哦，袂当起心动念。对母娘就是安尼，你对母娘，你敢讲安尼头压压看母娘哦？大家看到母娘嘛下落，表示你足低，母娘足大。礼貌嘛，正常讲咧伦理，这个礼节。心是重礼的了，献伫青天本意，传咱道家顺理，有咱一点正法的天性，咱再来讲顺家献的情，有咱一条灵魂的灵气，你才转到这么清净的心，我会当讲的是顺着这条灵性，活用动啊，我会去通灵。通灵就通神嘛，因咱人活在凡世间，你这世你所有留落的是啥？咱的精神，你的芳名呢？啊，这就是永远嘛。世界有做你看两千几年啊，你讲北宋的甲开有千几年啊，千古年啊。啊，你一寡食的有无？昏君有无？真死王的有无？你来看。所有伊个名有无？啊，都大家拢讲伊毛名，但是伊是大歹人啊！七国伊吞六国啊，做秦始皇啊！你看害死偌济人啊！万一当时你啊看，为着伊家己个声名，为着伊家己个江山，伊牺牲哇，害死遮尼济人啊！
啊，咱人何必安尼呢？咱人啊，只要用心量啊，用迄个关爱、博爱有无？关心着咱即马即个神，关心着咱即下即个百姓群众，安尼就好啊啦，唔免讲一手拢要咪咧，拢要掌权啦。即、這个世界无可能安尼啦，天公伯嘛，甲地母嘛无可能安尼啊。是咱这条青天的灵气，今咱做神的工课嘛安尼啊，该当咱做的咱来做，唔是咱做的咱该养起来，救起来，咱卖做超过去，啊，这就是咱的真正，咱的发心嘛。该当我做，我要做圆满，我不爱糊里糊涂做一半工课，安尼袂交差去嘛。是咱以这条现主持的灵性。我要讲到这尼啊顺，今仔顺就是全啊！你存者完整、完全、健全，全就是你即马无缺陷啊！是我即马咧讲诶，我这粒心完完全全，就是照母娘啊，这个纯洁，这个佳洁、皎洁、皎白。因为要倒转去，心爱修改，心爱清，得到灵源的灵气，转到原来咱的天性。尤其是你咧开刀做喜欢这个时阵，你这个心嘛，一定爱清甲，甲老母相共，无其他的意念，安尼才有做关条条。关外口的自由，关内底的自在，内外关。要讲就讲关歹的甲关好的啦。是你爱关条条，你就无好歹之分。是你即马照母娘咧讲的，你只有一条金线尔。这才是真正的力量，这才会当救咱所有的万万众生。所以讲，昨咱杨师姐咧讲的。夜工啊，有百足，讲伊毋捌算。迄个百足就是表示三，表示总，表示多。伊用一百，用这个百来代表讲夜工有几啊支脚的意思，毋是讲一百。所以讲，这文字有当时咧甲咱指点，就讲夜工有足侪脚咧，这個、意思。是咱一条现主持的灵性。咱只有来讲通天本神，是咱一条会当讲显的清楚，咱才有遮尔啊单纯，因为纯一定单一啦。只有一个心尔尔，你无第二个心，所以这个单元就是这个条咧。无留咧讲有这条心，有这条内，这个意思，就一条一条要甲咱的心迷。甲咱的心有无有缺陷，要讲予咱听，就是咧甲咱补，补咱的迷津，迷津就是迷路。你毋知影这个代志不知情，要予你会晓，是咱顺着这条灵气，咱爱显露清净的顺性，咱再来讲无形稳定，予咱人会彻底知影，安尼来做。好啊！
啦嘿啦嘿啦嘿啦好啊伊耶伊咯。